假设你生日六月啊，生日六月，那就是你的五六七自己找一天上班时间去台北市交通大队去查验，带什么车上的主证、副证，还有身份证，还有职业驾驶执照，这里有个职业事实证明文件，就是所谓的车行开的售后单啊，所以就到时候就是楼下承包车行请他开售后单给你，就是每年要查验哦。他看你人在吗？他是不是有犯罪记录？要把你的那个纸跟吊销掉，所以一定要去查验，不可以不到。